那你们队那几个劫匪还有什么印象吗？应该是四个人，脸上都蒙着黑布。当时情况太混乱了，我也记不大清了。你们这次银行损失不小吧？是啊，我们银行的柜台钱不少啊，估计一下子都点不清楚。但是，好像一分钱都没有少。啊？真的。真的，我好像看到那些人抢了三个客人的一个箱子。什么箱子？一只大皮箱。箱子里装的是什么？我们不能随便查看顾客的私人物品。 真是麻烦你们了，你们慢走啊。哎，刘经理，刚才那两位职员是新来的吧？啊，乔雪燕来了半年多了，张全是上个月才来的。啊，他们二位是怎么进入你们银行的？啊，小乔，大学毕业生，学金融的，张全，上面的关系。啊。 你还真问对了，张全这个人啊，有点不大对劲儿。怎么不对劲儿啊？他平时没事的时候总是散布些赤色言论，我看他挺危险的。啊！好，谢谢你啊，刘经理。 哪里，谢先生，毕竟是帮过我呀。啊，哎，那个是卫生间吧？对，卫生间。我能去一下吗？要不要我陪你去？不用了。啊，刘经理，哎，我得说你两句啊。哎，你说，你说。 電話断了，请帮我重新接一下。こんにちは、ここは表現商社です。別れてどのくらいだ？君は期待していた通りだな。はい、あの時はまだ一職員につきませんでした。おお、井上公務員は。 刑務副総監だな。先生、それほど。井上先生、山本、ここにはお客さんがいるんだ。失礼しました。しかし、あのことについて。すいません、失礼いたします。どうした？ 眼看事儿就要成了，半路里杀出这么几个不知来路的东西，哎，气死我了！掌柜的，会不会是日本人呢？不可能，现在整个上海都被他们占了，难道他们穷疯了，会去抢银行？可是要说真有人抢钱，什么叫咱们就赶上了？这也太巧了吧！
他奶奶的，老子就不相信什么巧不巧，这里面肯定有事儿。不行，还得找他去。掌柜的，掌柜的，你要干什么去？你们少啰嗦，跟我走。 沈小姐刚走了。哎呀，这就麻烦了。哎，是这么回事，我们是从外地来的，明天一早要急着赶回去，可是有件重要的东西放在沈小姐那儿了。哎，您能不能告诉我，沈小姐家住在什么地方？这我可不知道，我就是知道，我也不能告诉你。啊，那是那是。不过。 这位小兄弟啊，这事儿真的是很着急。哎，其实不瞒您说，我是沈小姐的亲戚。您看，哎，这儿一点小意思，哎，麻烦您通融一下，行个方便。那好吧，我给你问问。哎，丑话先说，不一定问得到。哎，麻烦你了啊。嗯，好，哎。 找谁呀？找沈小姐，约好的。啊，先生里边请。啊，你们两个门口等着。先生，请。 掌柜，出了什么大事儿啊？大半夜的来找我。沈小姐，我们按计划去银行取东西，结果又被抢了。看来沈小姐已经知道这事儿了。这么大的事情，有谁能不知道呢？这儿应该不是什么机密地方，好找。 董掌柜做事真是光明磊落、雷厉风行啊！沈小姐什么意思？既然事情已经出了，就要想办法解决。所以呢，董掌柜，你着急上火也没有用啊。我会去帮你打听的，如果有消息，我自然第一时间通知你。沈小姐的意思，我们就这样干等着？ 那你想怎么样呢，董掌柜？你呢，毕竟不是我们上海滩上混的人，一旦出现什么差错，你可是比那箱东西要金贵的多呀。好不容易来一趟，就别着急走了，在上海滩上逛逛吧。还有啊。 告诉你外面的兄弟，这些日子乱得很，最好不要轻举妄动。请先生慢走。掌柜的，沈小姐她怎么说的？闭嘴！掌柜的，她到底愿不愿意帮咱们？
这位朋友，你想干什么？沈小姐说了，留他个活口。沈小姐，你是什么人？我是什么人并不重要，我只是奉命行事。那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？当然。可是我们老板交代要回去告诉你们老板，如果你们把他杀了，日本人就会对我们产生怀疑，往后的戏我们就不好演了。 车是英商店里前几天丢的，他们跟劫匪没关系。那三个被抢的人，我觉得跟劫匪相比，他们更有意思。已经让银行开始做他们几个人的画像了，但是在这么大个上海，要找到这三个人难。嗯，其实要知道箱子里的是什么，就知道双方的身份。杨探长，谢先生。 多日不见，谢先生的私事已经处理妥当了。办好了，多谢惦念。嗯，井上副总监来巡捕房，想必有什么要紧事吧？这里太吵了，去我办公室聊吧。你们有事情谈，我告辞了。井上副总监，这边请。 邢少副总监，您找我什么事儿就直说吧。我能坐下吗？那我就长话短说。之前我打电话问起的那个杀人案事件，今天正好来了，就再啰嗦两句。案情进展的怎么样？不太顺利。 有谢先生帮忙还不顺利？要抓紧他。毕竟这些死者与我们日本商社还有侦缉队的松田队长他们都有关系，我的压力也很大。我明白。对，中央银行上海支行的抢劫案，眼下是不是你们在办？对。有什么发现吗？没有什么发现，就是一个普通的银行抢劫案。 您对这个案子感兴趣？随便问问。虽然是抢劫，但是没有人员伤亡。银行损失大吗？没有损失。劫匪没有动柜台里的现金，只从一个顾客手里抢走了一只箱子。是吗？这个案子调查到什么程度了？没有什么进展，现在还在找寻失主的阶段。哦。 井上副总监，如果您有什么线索，别忘了指点杨探长。杨探长真会说笑啊！要说办案，你是行家里手。再说，有谢先生协助，我相信这个案子很快就会水落石出的。哎，谢先生，我是。哦，这是您订的船票。 玛利亚娜号一等舱船票两张，还有再早些时候的吗？先生，能订到这趟已经很不错了。要早的，几个月前都订光了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
这绿蚁新醅酒，红泥小火炉，哈哈，若是待会儿下起雪来，那可真是应了景了。哈哈哈哈哈！景上君，身体还好吧？啊，没什么，一点小小的风寒而已。哦，老师。 好久啊！上海的冬天又阴又冷，你可要注意保养身体才是啊。谢谢老师。不过说起来，近来东京也不太平，社会主义分子隔三差五上街闹事。听说前几天还有人往议员宅址扔炸弹。 折腾了半天也没抓到人，搞得是一团乱呢。听说特高总部那边也有些慌了手脚，说不该把你这个地大高材生放回上海。没那么严重吧，老师？我也是听来的小道消息，特高办事总是神神秘秘，口风紧得很。老师，您这话。 是另有所指吧？哎，景上君，你可别误会啊，我不是说你。老师，您问的一定是那件事。景上君，这都被你看穿了。老师消息灵通，想必已经知道昨日公共租界发生了银行抢劫案，是武装抢劫。老师，您知道？ 劫匪抢走了什么吗？这我倒是没听说。是一只手提箱。就一只手提箱。对，就是一只箱子。不过，箱子里装的是800万现金。800万？那谁会有这么多的现金呢？说来话长。这是当年蒋中正跑得匆忙。 没来得及带走的一笔钱，这好端端的，谁会有动这笔钱的心思啊？老师应该知道，蒋中正的部队刚刚在冀中吃了败仗，已成溃败之势，现在正是需要钱的时候。所以他派人来取走，用作军费。 那到底是什么人抢走的呢？景上君，难道是你派人？老师，您太看低我了，我是不会做这种下三滥的事的。啊，那倒也是。那要么南京？他们现在的全部精力。 都在人迹医院那边，哪有心思操心这个事情？老师，您知道那个计划吧？原来景上君一直在暗中实施那个计划。前两天，有三个持着没州商社通行证的人来到了上海租界，他们就是蒋中正派来取钱的一批人。我想。  把这800万做成诱饵。景上君呐，你真是越来越深藏不露了。只不过，这个银行抢劫案倒出乎我的意料之外。我也派人正在调查，想知道到底是什么人下的手。如果要是一个普通的银行抢劫案，
也就罢了。可是，如果要是有人在幕后指使，这可就难办了。老子受不了了，掌柜的。可是你不是跟我们说沈小姐不让咱们轻举妄动吗？管他呢！再这么干等下去，老子要憋出病来了。跟我走。掌柜的，咱上哪儿去？闷死我了，出去溜达溜达。三鲜馄饨、油豆腐、蟹粉汤、汤包，还有那个油面筋儿啊！你想吃什么？有刀削面没有？哎呀，这个没有。好，那就来三屉小龙，三碗馄饨。嗯，好嘞，三屉小龙，三碗馄饨，我见来喽。老板，来顶马里啊！这包子。老板，记上，哥几个走吧。走。这老板，这帮什么人呢？吃完饭钱都不付啊！这个人呐，是侦缉队的范队长，惹不起。他奶奶，狗仗人势。嗯，走。说什么呢？你听见我说什么了？干嘛的？做买卖的。做买卖。做什么买卖？你管得着吗？哎呦，还挺横！哥俩，把这帮乡巴佬给我带回去，好好伺候伺候。你敢，站住！最近人手也不够，总不能每天跟着他们吧？想个办法教训他们一下。好，不过稽查队这帮王八蛋招式可狠，难怪有人拿他们开刀。你是说前几天那凶杀案？可不，听说死的两个都是支队长，被人当街大卸八块。传闻是一个什么幽灵给弄死的。幽灵？说归这么说，我倒觉得肯定是跟什么人结了仇了。这个幽灵之前也出现过，也杀过人，还都是跟日本人沾点边的。有意思。先生、何か掴んだか？まだです。どういうことだ？部下はこんなにいながら、追い剥ぎじゃ探せないか？すみません。重鎮官三人は何の動きも。栗原をずっと見張っていたんじゃないか？はい。見張っていました。こと細かく。どんな細部も見逃すな。はい。先生。その他の部隊も未だ監視中です。しかし異常は見当たりません。部下は自ら何回か見に、奴は部屋にいるがい、町をたまに徘徊するだけです。
誰か接触したことあるのか。そうだ、やつは昼に飯を食べに出ました。あやく偵察隊とぶつかるところでした。偵察隊、また偵察隊か。不愛分子がまたぶち壊しにするか。先生、今回は帰ってからより忙しくなりました。体には十分ご注意。我々は旅館に監視装置を設置さえすれば、いつでも奴らの動きを管理できるだけではなく、こんなに気をつかなくて済みます。監視装置は必ず主幹部門へ報告しろ。それにこのことは軍部も我々の計画を知らない。秘密を漏らすなよ。成功したのなら前線の戦況も変わるに違いないからだ。分かったな。はい。理屈からすれば奴らは急いで探し出さ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はず。我々の計画が漏れているのでしょうか。かもしれない。密偵を潜入させることも手かもしれない。見るところ積極的に動かなければいけない。夏大夫来了。哦，是我。血抽完了，马上送化验室，结果抽的交给我。夏大夫，检查做的差不多了吧？啊，差不多了。目前看检查结果，您的身体状况还是不错的。那是不是很快就可以做手术了？就这两天吧，手术室我已经派人去准备了。好。如果没什么事，我先走了，你早点休息。夏大夫，如果子弹不能取出来，或是情况更糟的话，怎么办？子弹肯定能够取出来，这您放心。至于子弹在您体内有没有造成更坏的影响，那等到手术的时候，看具体情况再采取措施。不过您放心，我刚才说了，您的检查结果还不错，应该没有太坏的影响。哦，那就麻烦夏大夫了。不客气。喂，哦，金小姐啊，我杨开泰，那不好意思啊，这么晚打扰您，谢先生在家吗？
掌柜的，掌柜的。请问董掌柜在吗？我是中央巡捕房的，有事请教董掌柜。这么晚了，有什么事儿吗？您前天去过中央银行上海支行吧？有人告诉我们，看见董掌柜丢了东西。掌柜的，怎么办？别着急，再听你的说什么。董掌柜，我就是想请您去巡捕房做个笔录，请你把门打开。你要是再不开门，我可自己进来了。去叫经理来，让他拿钥匙开门。是。掌柜的，跟他们拼了！胡说，忘了我们是来干什么？可是掌柜的，要是去了巡捕房，万一……万一我有什么意外，你们两个一定要把钱带回去。是。把家伙收好了。什么事这么着急？不能等明天再说。您是董掌柜？是我。不会耽误您太久的，就是问问那天的情况，麻烦您跟我走一趟。您容我换件衣服。好。姓名、籍贯，到上海来干什么？董老三，祖籍山西太原，来上海做生意。董老三，怎么了？不能叫这个名字。你去过中央银行上海支行吧？是，我去过。干什么去了？哼，去银行还能干什么？当然是取钱了。是吗？怎么了？老子去银行犯法？去银行当然不犯法，但是如果在公共场所胡乱开枪的话，那可就不一样了。怎么你说的话我听不懂啊？听不懂是吧？好，那我就直说。中央银行上海支行发生了一起抢劫案，有人看到你持枪和劫匪交火，有这回事吧？放他奶奶的屁！谁看见了？你把他叫出来。你去银行不是取一只箱子吗？什么箱子？我不知道。好好跟你说话听不明白是吧？那箱子里装的到底是什么？你他奶奶的洋鬼子的一条走狗，跟老子犯什么横啊？你他妈说谁是走狗？说你了。你再说一遍。你他妈就是洋鬼子的。巡捕房，我就怕你们，老子不怕死，大不了我搭上这条命，多杀几个汉奸我也赚了。什么？你们巡捕房有汉奸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好吧，要是真是这样的话，我跟你走。不过你要是想跟他一命抵一命的话，这什么问题还没说清楚呢，太不值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这巡捕房的火力啊，虽然比不上正规军，可是这房子外边少说也有十几条枪。您要是想一命抵一命，也不那么容易。董先生，把枪放下，有什么话好说吗？
你是什么人？我是干什么的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是干什么的。我刚才已经说了，从北边来做生意的。请问董先生，您是做什么生意的？大米。一个做大米生意的人，怎么会有煤商社的特许通行证呢？ 这可不是一般人能有的。莫非您是跟日本人做大米生意的？当然不是。刚才董先生一口一个汉奸，您却拿着日本人发的特许通行证招摇过市，这到底谁才是汉奸呢？你少在这儿胡说八道。反正我不是汉奸。我相信你不是汉奸，但你也绝不是做生意的。 那你说，老子是干什么的？本来我跟杨探长约好了，打算一起到您下榻的饭店去拜访您的。我去晚了，我到的时候，杨探长跟您已经离开了。不过，我跟您的二位手下倒是聊得不错，他们以为我也是巡捕房的，就给我出示了煤商社的特许通行证。我随便的跟他们聊了几句生意上的问题，没想到。 他们二位回答的是驴唇不对马嘴，作为生意人，这也太说不过去了吧。从外表上看，他们二位穿的倒像是个跟班小伙计，不过那做派绝对是行伍出身。跟我说话的时候，右手一直放在腰间，看情形，一旦情况不对，随时准备掏枪爆料到。 银行的现场我去过，我发现董先生一方的弹壳都是出自勃朗宁手枪的。据我所了解，盟军送了一大批这样的武器给国军，几个做大米生意的人随身带着勃朗宁手枪，住在上海的万国饭店，还有煤商社的特许通行证。 居然在中央银行跟一伙不明来历的匪徒进行了激烈的枪战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你是个军人，一个受过专业训练的职业军人。尽管你们想伪装，还是掩盖不了一口西北口音。现在在晋中地区，国军正在和日军激战。你身为军人，不在抗日前线，却乔装在上海，难道你们是逃兵？ 放屁！好吧，随你怎么说，反正我就是个做生意的。董先生，话都讲到这个份上了，还不认？那好。 既然董先生不愿让我们帮助你，那你请便吧。 这个案子比我想象的要复杂得多，背后一定有重大事情，吴先生。 就谈缘浅，乱世中流连，交汇出黑暗的光线。昨天有多远，回头再也看不见。
若我就在眼前，你是否能紧我一点？若我就在眼前，你是否能诉说永远？我知道你早已疲倦，就算思念停留在人世间，你知道我早已沉睡，哪怕晴时与沧海桑田，永远有多远，差一步就探人间，乱世中流连，交汇出黑暗的光线。昨天有多远，回头再也看不见。若我就在眼前，你是否能紧握一点？若我就在眼前，你是否能诉说永远？我知道你早已疲倦，就算思念停留在人世间，你知道我早已沉睡，哪怕晴时与沧海桑田，我们之间需要多少时间才能结束这百转千回的眷恋？